妈祖在台湾人的心中就如同母亲，守护庇佑众人。每年的农历3月23号妈祖圣诞前，各地必定会热闹祝寿，有的宫庙更会搭配绕境为众人祈福。而全台湾绕境时间最长的妈祖是台中乐成宫的韩 K 妈，固定在农历的3月1号起驾，22天绕境大屯18庄的大街小巷。早期为地方驱除盗作并虫害，但随着时代演变，逐渐转化为带给地方平安。这项传统是迈向了195年的历史，也被列入无形文化资产以及台湾宗教百景之一。农历3月初1是韩希妈一年一次出巡的大日，各宫庙信众形成壮观人墙，守在庙城前恭迎。台东市长林佳龙跟庙方依循古礼，献上三牲素果等贡品参拜。我们这阵妈祖已经是直接265年在台陆米酒神庙外埔唔知啦，因为伫民国初时，我哋正殿落成时，遐神人有请当米酒时哦，有因有7个神龛。即阵是第二个神龛内底，我甲落个都麻麻，都下下。啊，从以后啥物转来，请来伊个麻麻嘿，所以我就留伊嘛。进行完参拜仪式，随后众人小心翼翼地将妈祖给请出庙门。即使一到钟鼓齐鸣，立法院院长苏嘉全与台中市长林佳龙共同点燃旗马炮。震撼的炮声一出，也宣告韩希妈祖要正式出巡。并且由立法院院长苏嘉全与台中市长林佳龙先后扶銮。感受非常欢迎，地方民意代表、运动派，大家呢一心一点，那么欢迎在妈祖的这个信用之下，大家拢是妈祖的信徒，妈祖嘛跟咱大家的母亲有求必应，所以。在这次全台湾可以说历史上绕境的时间最长的，我们六千个韩家妈祖庙、哦、这265年历史啊，这绕境18庄已经190几年历史啊，这当初的历史和、哦、意义，历史有190几年啊，意义就是韩家妈祖当时的时阵农业时代啊，就通病农作物通病哦，猪肉啦、种菜，煞着拢乌龟通去食，所以我请妈祖去治乌龟。啊，去的时都心里很很吼，啊都嘛都吼，一挂点头也好啦吼，拍锣拍鼓啊吼，啊有毛牙大旗啦、放炮拢有吼，你个就嘛遐样通，啊个就嘛讲，哪讲诶，上天嘛都树好，都落好落，啊个这虫病都治掉，害治害。你要说讲话，妈祖心里很很。来治乌龟，我们家妈做去疗乌龟，这历史甲意义就从这来安尼。不同于其他宫庙是以壮丁抬轿，汉西妈一直以来都是女轿夫担任，步伐姿态都相当注重，强调姿态优美柔软，脚步轻盈，要成为绕境中的一股温柔力量。在练习的时阵吼，因为大家小要求嘛，啊，就会较重安尼。为妈做更多，对女孩子好像是很荣幸的。秀旗队、执事、少角队依序开路，沿途热闹滚滚。不过少了呛鼻的鞭炮浓烟，响应宗教环保，公庙人员这几年改以电子炮车来减少空污，让绕境也更环保。而海神妈祖已经有195年的历史，长达22天的时间，要跨越104里的大街小巷，也是目前台湾绕境时间最长的妈祖。这就是那是吉安吉福，吉安哦，吉安吉福就是绕境活动吉安吉福。啊，大家是讲哦，那讲的心诚则灵，哦，有当有感觉有不顺的，
拜拜妈祖讲的吼，啊，当较顺什么代志较顺，吼，啊，是名主笔啦吼，啊，你有心情吼，那灵感，你有好生意来祈福，一定吼，大家有，也有拜有保庇，那个有拜有保庇。看新妈所到之处，都可以见到虔诚信众摆香案参拜。22天的绕境里，走遍了10个行政区域，住驾停轿的庙宇更是多达有92间，而从中也可以看到满满的台湾人情味。也咱各地方吼的公庙、各个里长，大家出来光桥、杀桥，吼啊顶头去行，拢哦大家出来斗支援、斗支持，尤其感谢在信众，大家拢拜香啊，出来拜拜，吼，那个妈祖教义，大家拜信众出来拜拜。哦，这18算是越来越扩，越扩大啦。啊，一个真个真感谢啊，韩客妈祖来阮观光疗程，甲阮绕境，庇佑阮观光疗程，合境平安，啊，每一个家庭啊，这个美满幸福，顺顺如意安。一桩绕过一桩，农历3月22号是绕境的最后一天。走访了北屯区跟北区，而在晚间8点，正头跟銮轿也都抵达百货公司现场，跟安排70磅礴的日式太鼓表演来炒热气氛。而这也是绕境行程当中最大型的嫩油卡地点，每一年都吸引了数百人排队恭求平安。祝魂很伟大，啊，今天还要准备东西来拜拜，水果、饼干，还要跟他祈求什么？平安。我们明天还是要去绕境一整天呢。你会觉得天妈都挺想的。当然了，300年的历史以上了哦。平安呐，姐妹，心情照好，喜乐。快乐就是了，不会讲了，很快乐就是了，感觉很好啊。你演唱一下那首歌。我第一次，对，感应很深啊。妈的婆婆希望老大行卡卡丁，卡卡丁，个平安，平安健康，快快乐乐。因为话愈来愈白愈济，安尼信众，大家嘛足虔诚的，哦，出来拜拜了，阿个安尼，哦。来个高香啦吼，那高香高一丛，啊，大家看我一世人，吼安尼嘿，啊，门桥卡，啊，大家啊，大家趁钱趁个笑啊哈，吼，来去门桥卡用用。绕境队伍再度踏上回庙的路线，这一晚的乐成宫越夜越热闹，清晨的信众们分成了两列，围满庙城等待接驾。舞者曼妙舞姿演出，暂缓沸腾的宗教热情，而即使一到，炮火点燃。在外出巡22天的汉西妈圆满完成政务，由乐成宫董事长郭宗义亲送安座，信众蜂拥而上，抢摸金身，沾好运。哦，今日一暗一秒啊，安坐好啊，圆满，福寿大信众，大家吉安吉乐活动，今日来圆满成功，哦啊，嘛感谢各地在灵教会、在属亲、在因个灵个里长，诶，各公庙个主委、委员，大家合作之下，来个请妈祖来邀请圆满来释愿，即个22天即个行程，哦，啊，即个工作人员也足辛苦个，所以即个感谢。即信众大家较用心来甲妈祖来支持啊！今仔日咱即个活动三位小妈祖、三位请妈祖，即、这个活动圆满成功哦！再次来哦，祝福大家妈祖庇佑之下，大家阖家平安，顺遂如意。农历3月23号，乐成宫一早就挤满了参拜信众以及回娘家祝寿的一子一女，圣殿更是摆满了一座又一座的寿桃塔，洋溢热闹喜气的氛围。
而庙方也再度分成了八条路线，在辖区进行小型的绕境祈福，大街小巷热闹非凡，妈祖銮轿也难得前进到校园里进行一场宗教教育，就祈求一个平安，然后考试也可以很顺利，更认识这个宗教。汉兴妈祖绕境大屯十八庄祈福活动已经登录为台中市无形民俗文化资产，也在102年入选为台湾宗教百景之一。出巡活动随着妈祖的圣诞圆满落幕，但对汉兴妈祖的虔诚信仰还是在乐成宫中延续，也可以透过点灯加持，让每一个家庭在妈祖的庇佑下，下半年平安顺心。